的内裤有两个颜色的组合，其实其他的颜色都可以是算浅色系，但是这一包有黑色，然后这包有灰色，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大，它非常的透气，然后它不会卡屁股，然后呢里面是透气的，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。那整个就是那种螺纹的冰凉感，那我觉得就是在夏天或是秋冬，如果有一些浅色白色的裤子的需求，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试着尝试添购一下我们的内着，我觉得蛮可爱的，然后有我们的小包装。